在20多年前，安先生有一位女弟子，因为演奏了一曲二泉音乐，而把著名的日本指挥家小泽征尔先生感动得泪流满面。他说，这是一曲需要让人跪下来聆听的乐曲。这位女弟子就是中央音乐学院的教授，著名二胡演奏家姜建华。让我们以掌声欢迎姜建华上场。担任扬琴伴奏的是中央音乐学院的青年教师王瑟。请大家欣赏二泉音乐，谢谢。